今天我回到家乡，就是来向乡亲们报恩的。雨林，哎，来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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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咱们，师傅，老了，可不是嘛，青龙哥，宝兴来找我。 正要向你们家去看您呢，是我应该来看你们。我这辈子欠你们的太多了。哎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是我朝廷欠您的呀。我们兄弟俩当初不该把你扔下自己回来，我们对不住你了。哎呀，我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宝胜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 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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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欠你的。我今天来还债了。我这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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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，这，您不欠我们的。拿着，成龙哥，成龙哥，拿着，成龙哥，拿着，珠子。 捡珠子的，这辈子永远也还不上了。于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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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您还这么硬了啊？硬了，硬了。 乡亲们，当年我于成龙到广西罗城当县令的时候，全是乡亲们给凑的盘缠。这几十年啊，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怀。今天我回到家乡，就是来向乡亲们报恩的。雨林，哎，来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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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使不得。 身子是咋了？闹毛病，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能不能缓两天再走？朝廷有令，但可。 再也见不上你了，不敢瞎说。佳媛，带着孩子们。 老爷爷，你不要大厅了吗？哦，大厅，老爷爷要大厅啊！老爷爷有事儿，我先去把事儿办完了，再回来跟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，真乖。我会想念你的。我也想念你啊。嗯，老孩子。
佳苑，带孩子们回去吧，啊！让我看着你走，我要看着你走。回去吧，乡亲们，回去吧。此番派着于成龙到两江，就是让他去解决火耗的问题。佛伦，曲九万，这回可又落到你们户部的头上了，我真是替你们俩捏一把汗呐。这福建、直隶都让这于成龙得逞了，两江保得住吗？行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俩的心里根本就没底。照我说的办，马上给江苏巡抚于国柱、江宁的将军贺礼分别制成一道密函，明确告诉他，让贺礼将军联合两江三省的各省督府，从上至下一致抵抗于成龙。这征税的时候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的税收，那么这个差额就归了官员。没有了火耗，让这些官员吃什么喝什么，拿什么去养家糊口？看于成龙能够一天到晚的萝卜青菜，难不成他得要全天下这为官的人都跟他过着这苦行僧的日子不成？哼，我再告诉你们两个，去火耗没这么容易。还记得我大清入关以前，太祖努尔哈赤、太宗皇太极也曾试着要去火耗，待入住中原以后，清世祖也主张去火耗，去成了吗？他们都没去成啊。再说明朝，明朝去了200多年的火耗更是没有去成，所以皇上这一次让这于成龙去两江，无非就是把他当个试验品罢了。于成龙这把要是玩不好的话，不但会失去了皇上对他的宠信，很有可能连他头顶上的这顶帽子都得一并的给丢了。明相国真是高瞻远瞩，洞察秋毫，要我看他于成龙就等着倒霉吧，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一个行将入土的山西老心儿，折腾了湖广，折腾福建，折腾完了福建，折腾直隶，一路折腾了个六够，这又跑到两江去折腾。即使江苏巡抚于国柱惹不起他，
那江宁将军贺礼可不是好惹的，别说于成龙当了什么两江总督，两江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不说是贺礼的地盘，也不说贺礼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，就凭朝廷，将军跟总督同住一地，凡事会同奏事，必以将军为领衔。 这一条规定，他于成龙甭想凌驾于贺礼之上，更别想在两江作威作福。徐九万，卑职在。在于成龙去两江去火耗的这个问题上，佛伦看得可是比你清楚哦。是。嗯，没错，在江宁。 我们只需要依靠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贺礼。只要贺礼在江宁，他于成龙翻不了天。明相国教训的是，你们两个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是，我这就去给于国柱大人和贺礼将军写信。 这两江的官场真够气派的，啊，是够气派，实力要和两江相比啊，那就显得太寒酸了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看来咱这辈子瞎活了。那你就跳进清淮河去当个风流鬼去吧。哎，先生啊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啊？哎呀，问你贵庚呢？嗯，怎么了？我看。 你是白活了这辈子，这么大岁数啊，这苏杭再好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立马跳到这河里，那我不活了我都。刘金阳，原来你是这么一个风流的人。哎呀，玉兰，开个玩笑啊，别当真。你要是当真的，我真就跳到这大江里洗不清了。上啊！哎，刘金阳。 看到那些大人没有？啊，看咱们像看些怪物，尤其看你。看你！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让他走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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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快点！让开！快走！快点！快点！ 江苏巡抚于国柱拜见于大人。哎，于大人呢？我怎么说？是啊，我于大人上庭见你了。